梁正觉师父远在清朝的祖先，也是精通风水命理的大师。当时就有一位祖先曾预言，如果后代有子孙是在一辆豪华的马车上诞生，即可接过衣钵，并将其风水事业发扬光大。之后此预言便一代传过一代。很偶巧的，梁正觉师父正是诞生在一辆马赛地的轿车内。哥罗福街是梁师父的出生地，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变化，该地区现在也正形成一块风水宝地。从桥北路经过哥罗福街到加冷巴鲁，划开阴阳两极，移民厅与大悲佛教中心则形成两眼对望，整个八卦格局呼之欲出，正所谓地灵人杰，难怪梁师父的堪舆造诣如此之高。近年来他的风水业务更是蒸蒸日上。梁正觉风水命理大师，原籍福建南安县28度，师父从小便接触通胜，对五行八卦风水命理特别感兴趣。梁正觉师父最新研究紫平紫微斗数，拥有超过数十年的风水和命理的实践经验，是一位专业的风水和命理学家。值得一提的是，梁正觉师父在9岁那年便懂得替人看风水。想起好像是在9岁的时候，在丹东巴嘎布拉萨开一间小店，那么我不知道可以做吗？他说这话讲啊，我就跟他看一下了。看了他说哎，这间店不错啊，所以我一路来就在装修还是要发展的时候，就是找他来看一下，我很感谢他。1993年，梁正觉师父在木洛水池路大牌744成立了第一间矿轩国际风水命理。一走进中心，您马上就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里的职员亲切友好的态度，细心与耐心地为您解答询问，难怪自开业以来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在这里，中心采用了严谨的管理和最先进的电脑操作，并以远离迷信的科学角度去解析这套流传5000年的古老学问。在业务运作方面，矿轩国际风水命理拥有一个坚强的班底。中心共分为4个部门，他们是门市与客户服务部、行政与人事部、财务部和创意与出版部。各部门职员各司其职，同心协力地朝向矿轩国际风水命理既定目标前进。为了方便大家联络梁师傅，梁正觉师傅已经开始筹划在新加坡东南西北中各区各设立一间矿轩国际风水命理，为广大的民众服务，将科学与现代化的风水理念推广到全岛各地。所谓年月日时，就是八字。八字上4个字我们叫天干，而下4个字我们叫地支。人的一生中，就是因为有了天的干涉、地的支配，才会产生命理。命就是生命，生命就是生活的灵魂，理就是理论，而命理学之理论就藏在天干与地支当中。大家好，在这里跟各位观众拜个早年。相信大家在过年期间都喜欢购买或种植一些植物，但是一定要注意，确保这些植物都是绿油油的。家里若有盆栽，也应该结上红丝带，以代表喜气洋洋、吉祥如意。按照华人习俗，每逢过年都要重视团气，团是团结，气是人气。
只要跟家人坐在一起，观赏电视节目，聊聊天，联络感情，这就是团契。有了团契，就要有围炉。所谓围炉，就是大家开心地坐在一起，吃顿丰富的一餐，这也代表合家团圆。最后，我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大家好，在这里跟各位观众拜个早年。在过年期间，家家户户都会进行大扫除，除旧迎新。由于客厅是迎接客人的地方，因此也一定要干净整齐，千万不要在客厅里摆放太多杂物。大家也应该将床单换上喜气洋洋的颜色，并且换一套新睡衣，以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新春期间也有些避忌，其中是要避忌用扫把扫地，因为这是代表一扫而空。如果真要打扫，与其用扫把，不如改用吸尘机，这样就能两全其美了。最后，我梁正觉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